你们知道好奇心过剩的下场了。护生命，为什么？这何来真理？不不不不，真理在于夺去生命之时。我现在了解了。别动，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。否则我以龙后之名立誓，你们再也别想看见杨宗。最后时光吧，生命守护者，保护我。